你觉得这里非正常的死亡率太高了吗？林黑卷，唐人的徒弟。如意，我想打我电话，我说到不就到吗？每一个看似解不开的谜题，黑狗，都有命运的巧合。警告，震慑。 在我看来，网络里的世界或许更真实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。你的心里是在黑暗里，我们会指引方向，隐藏自己另外的一面，掏空他们每个人的命运，甚至生死。 才是他最大的满足。你听见了吗？我们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。哦，有这么嚣张吗？